别玩了，吃泡面了。滚！没事，还能吃。嗯？哎呦我的妈！阿亮，今天好夜啊！我有办法。啊哎呦我的妈！嗯？请问你们村长家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知道，在那边。失恋了，就知道玩手机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不吃了，气都被你气饱了。那我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吧，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